噔噔噔噔噔，好，我们就一起再来听听这首歌，来播放喽。今天想去外带 BBQ 炸鸡，真的假的？要等那么久？我放大一点好了。Back off a minute, I need to be alone just to breathe. I try to hold it, somehow it doesn't do anything. It's hopeless. 这个声音不行啊。Close my lips for you. You leave and I could finally let loose. I never really knew that we would end up this way. Usually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these things, but I'm trying my best. Can't you tell?Last breath in me. I know you wanna take it away. You got your hands around my throat, so I only breathe when I'm alone. There's none left in me. You really came away. It's hard to inhale when you're too close, so I only breathe when I'm alone. Can't hold it back, I'm suffocating. You're controlling me and I can't escape. Oh no, I wish I would've known about your evil plan.比如七七七，我觉得有点沧桑感。别想不开啊，孩子，别想不开。没了没了没了，哎呦，有点小洗脑，但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有种另类的帅气感，因为我没有看歌词啊，你们说歌词好像有点忧郁，但我觉得整体感觉算是有点。怎么讲？难以形容，低沉吗？对，这首歌真的很短，不到三分钟。因为我还没有看时间，我只有下载的时候，我只发现，哎，才2分40多秒。然后它的画风就很像那种电影里面会出现的，超级美式。而且没有发现，马克回美国之后，他的。肤色没有像以前那个，就是很有天仙的感觉，就是比较走一个自然色，可能也美国的太阳比较大吧。有中文字幕，我不是开 YouTube， 所以我没有那个。蛮酷的啊，因为刚刚他在电话亭里面有点像学生，就是那种美国大学生，超多国语言。听说他不是在各国不同时间上线吗？所以其实台湾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其实歌曲就已经出来了。然后马克不是还呼吁，就是
该国如果还没有上线的话，不要去点吗？所以我本来想要大家点的时候，我就赶快把它取消了。其实 Mark 的声音唱抒情歌，还有 Jackson 的声音唱抒情歌，其实都很好听。只是韩国可能团体上在区分那个 part 的时候，给的都是 rap。好听啊，这首歌真的是有洗脑到。有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七七七，但我觉得这个七七七比较不好说，因为它那个拉霸的游戏机台本身好像很多人在用的时候都是会出现七七七的，只是我们刚好我们又是 GOT7， 所以它出现的那个七七七的那个数字。完了，这个我一定明天可以刷个一整天，哈哈哈。